快点。大哥谢谢你哦，二哥谢谢你哦，路上小心，拜 拜。没事，别叫我。韭菜的这样太低没办法踩啊，这样吗？所以要稍微高一些些，这样吗？对，你要让那个鼓槌对准鼓中间的位置，就中间的位，对，中间的位置。他不是拿来手敲的哦，这样子，对，还要把它上锁，好，对，这样，对，把它锁紧，锁很紧，对，锁超紧，超紧。要出力哦！不要，海哥哥你扶着，你扶着。啊，出力，大力，超大力。好啊。有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那个头歪歪的，要调整一下。你会不会调整？我要调整。你也要试试看吗？怎么样？不能太紧，不能太紧。这边是紧吗？对，这样会太紧哦。这样太紧，有拍子声音就太紧。这样太松了，这样太松了，所以要转一些些就可以。对，好。你晓得怎么装吗？
你需要这个工具，会不会用？对，放进去，好啊，转，对对对，转，一直转，就把它锁紧，对，这样鼓就可以调音咯。帅，弟弟先打好不好？二哥先打好不好？随便。可以吗？随便。是。那你怎么有这个东西呢？捡到的。